欢乐乡半天杨枝分析边啊，一处由林森恒主种植的樱花篮，一百多丛的樱花百重樱，恒主免费开放给民众入园参观，吸引真侪民众到访。今年的樱花也开始绽放，目前大约开七成，预计后礼拜将会是最佳的收花期。至县教育中心伫遮举办茶室，伫樱花树下啉着好茶，听乐团演奏，会当讲是非常的享受。现在天气大大接近春天，樱花树嘛大大开始咧盛开。伫欢乐乡半天岩志芬寺边啊的一处空地啊，地主就种植了一百多丛的百重樱，园主拢免费开放给民众来参观。伊日前志芬教育中心就伫遮咧举办茶席，非常的热烈。就是说，因为今天每一年的花季刚好是立位二月，那非常的荣幸，也非常的感恩。就是说，嘉义有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的园庄也是我们嘉义狮子会前会长，我们游会长的地方。而且呢，他的夫人也是我们慈济哦茶道班林佩蓉老师。所以今天的天气也很好，来到这么好的地方，抱着满满的欢喜的心，我们在这设茶席，我们会用到一杯温暖的茶，跟大家结善缘，一杯茶可以温暖大家的心，看我们的樱花，配合到樱花，樱花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可以留恋大家的心，如果大家有闲，出来大家走走，佩蓉老师，跟我们游会长，他们非常的有心哦。不但赏花，樱花树下喝茶，然后又有音乐哈，真的是很棒哈。所以啊，嘉义是上界有人情味的所在，所以阮今仔泡的茶就是上界有人情味的茶。哇，用欢喜心甲大家结善缘，感恩大家，欢迎恁来哦，谢谢。这时就伫这百外丛的樱花树下来举办，伫盛开的樱花树下，和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浪漫。并且在古井二胡的团体表演下，饮着好茶，欣赏着樱花美景，更加是乎身心灵拢得到满足。伊园主嘛是大方开放，家乡美丽景色，予更加侪人来欣赏。欢迎各位来到这来欣赏樱花。世新新闻曾一成、范乐乡采访报道。